青蛙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，但您对它到底了解多少呢？虽然每年到了三四月间，春暖花开之时，只要到了夜晚，田野间总是传来蛙鸣啼叫声。那熟悉而悦耳的蛙鸣，其实就如同是大自然永远弹奏不完的美妙音乐。信手恬静而又和谐的田野之歌，也让大地充满朝气和活力。青蛙是两栖类动物，最原始的青蛙在三叠纪早期开始进化。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无尾目，现今最早有跳跃动作的青蛙，两栖类更是最早登陆的脊椎动物。它们的祖先是演化自3亿5千万年前的种鳍鱼类。古代的两栖类则演化成爬虫类，因此它们兼具有水栖及陆栖动物两者的特性。因为青蛙是以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主食，因此必须栖息于水边。无尾目是属于两栖纲的动物，成体基本上是无尾的。卵一般藏在水中孵化成蝌蚪，并且用鳃来呼吸。经过变态之后，成体主要用肺来呼吸。但多数青蛙皮肤也有呼吸的功能。青蛙的身体分为头部、躯干、四肢三部分。皮肤光滑，运动捕食是以游、跳，并用舌来捕食。青蛙的舌头舌根在外，舌尖向里，舌上有黏液，以便于捕捉昆虫。青蛙前脚上有四个趾，后脚上则有五个趾，而且还有蹼。青蛙头上的两侧有两个略为鼓着的小包包，那是它的耳膜。青蛙通过它可以听到声音。青蛙的背上是绿色的，很光滑，很软，还有花纹。腹部是白色的，可以使它隐藏在草丛中，捉害虫就容易些，也可以保护自己。它的皮肤还可以帮助它呼吸。无尾目主要包括两类动物，蛙和蟾蜍。这两类动物并没有太严格的区别，有的一科中同时包括两种。一般来说，蟾蜍多在陆地生活，
因此皮肤多粗糙。蛙体则较为苗条，而且多善于游水。两种体型相似，颈部都不明显，没有肋骨。前肢的尺骨与桡骨愈合，后肢的胫骨与腓骨愈合，因此爪不能灵活转动。但四肢肌肉发达，善于跳跃。无尾目是生物从水中走上陆地的第一步，比其他两栖纲生物要先进。虽然多数已经可以离开水生活，但繁殖仍然离不开水。蛙的发音器官为声带，位于喉门软骨上方。有些雄蛙口角的两边还有能鼓起来震动的外声囊，声囊产生共鸣，使蛙的歌声雄伟洪亮。只要雨后让你漫步到池塘边，你就会听到雄蛙的叫声彼此呼应，此起彼伏，汇成一片大合唱。希望能吸引较多的雌蛙前来。所以蛙类经常采用合唱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意呢。为什么青蛙喜欢跳入水中？宁可以为它是为了喝水。事实上，青蛙和蟾蜍跳进水里主要是为了繁殖，因为不论它们平时多么的安静隐秘，到了繁殖季节的时候，都会争先恐后的迁移到水域。此时雄蛙还会发出嘹亮的叫声以吸引雌蛙，并展开一年一度的求偶嘉年华会。每一种青蛙的叫声都不一样，具有种类辨识的功能。声音是从喉嘴的声带发出来，喉部向外凸出来的鸣囊则是扩音箱，可以放大声音。台湾的蛙类共有33种，并分属于6科：蟾蜍科、树蟾科、峡口蛙科、赤蛙科、叉舌蛙科、棘树蛙科。蛙类属于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的外温动物，
一般而言，体温的调节能力较差。此外，它们的体型小，活动和扩散能力差。因此，多半分布在温暖潮湿的平地或低海拔山区。中高海拔山区比较不容易见到它们的踪迹。台湾所产的31种蛙类都是采用与外受精产卵的方式生殖，但蛙类生殖方式相当多，也有体内受精，也有胎生种类。繁殖的时间大约在每年四月中下旬。在生殖过程中，青蛙有一对非常特殊的现象，就是抱对。但是青蛙的抱对并不是在进行交配，只是生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。如果人为的把雌雄青蛙分开，即没有抱对的过程，那么即使是在青蛙的繁殖期里，雌蛙也不能排出卵细胞。青蛙主要是通过抱对可以促使雌蛙排卵。一般蛙类都在水中产卵受精，卵粒外面包有一层透明胶质膜，看起来和粉圆一样。胶质膜由输卵管的腺体分泌产生，胶质膜遇水膨大，具有保护卵粒的功能。卵粒一般黑白分明，黑色部分朝上称之为动物脊，可以帮助吸热促进发育。白色部分称之为植物脊，含有卵黄比较重朝下。卵黄提供胚胎发育所需的养分。许多在陆地产卵的种类，由于动物脊没有黑色素分布，而且植物脊占的比例很大，所以整颗卵看起来是白色。蛙类产的卵块也有许多种形状，我们可以作为分类之用。蟾蜍的卵成双行排列于长直交织卵串中，像喝珍珠奶茶把粉圆吸起来时的吸管。古氏赤蛙的卵成小堆散布在水底，交织囊膨大，沾有许多泥沙，看起来像小泥球。斯文豪氏赤蛙的卵白色大型，数十粒聚成一小堆，产在石头底下。有些卵粒有粘性，例如拉多西氏赤蛙的卵粒，一粒粘一粒，并成长条状，常缠绕在水中植物体上。中国树蟾的卵5至10粒。成一小堆粘在植物体上，缩的是赤蛙卵块球状，粘在石头底下。褐树蛙的卵也粘在石头下，但不聚集成球形。艾氏树蛙在树洞或竹筒产卵，有些卵块呈片状飘在水面。例如泽蛙，共的是赤蛙，小羽蛙的卵块则是圆形片状，布斑蛙的卵块也是球状，
但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看起来呈片状。面天树蛙在陆地产卵，卵一粒一粒分开，像打翻一粒的粉圆。许多在树上或陆地产卵的树蛙，产泡沫型卵块，例如台北树蛙、翡翠树蛙、莫氏树蛙、侏罗树蛙、橙腹树蛙及白寒树蛙。泡沫型卵块的主要成分是多糖类，由雌蛙用后肢交互踢打，其所分泌的黏液、精液混合空气产生。泡沫型卵块看起来像一颗圆圆的馒头，外面干干的，里面湿湿的，有保湿及保护作用。卵好像一团白色的肥皂沫，又像一团奶油粘附在水草上。大部分的蛙类在产卵之后就离开卵块，但有些种类会继续留在卵块或蝌蚪附近，甚至在身体背部携带卵粒或蝌蚪，以保护及照顾子代。这种行为称之为护幼。台湾只有艾氏树蛙具有护幼行为。雄蛙交配之后，继续留在竹筒或树洞内照顾卵粒，雌蛙则会定期回来探亲。卵发育成蝌蚪所需要的时间，必须依种类及温度而异，一般4到10天左右。温度越高，发育越快。中国树蚕的卵发育特别快，仅需要1天时间就可化孵成蝌蚪。卵孵化后变成蝌蚪，在水中生活，然后变成幼蛙登陆活动。从蝌蚪变成成体的过程称为变态。由观察蝌蚪的发育及变态过程，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巧思。蝌蚪在发育中期先长出后腿，前肢则在蝌蚪期末期才会成型，而且一直藏在胸前的透明袋中，等到接近变态的时候才会伸出来。它们利用伸出的前肢挡住用鳃呼吸时的出水孔，使刚变态的小蛙自然而然地放弃鳃呼吸，完全改用肺及皮肤呼吸。同时，它们的骨骼系统以及消化系统也发生很大的转变，以适应未来完全不同的陆地生活。而在完成这些变化之前，小蛙暂时无法进食。那么，这个时候的小蛙是如何来维持生命呢？如果您观察过蝌蚪的变态过程，
您或许曾注意到，刚变态的小蛙还带有尾巴，然后逐渐的萎缩消失。尾巴固然是因陆地生活不再需要而消失，其实从尾巴分解出来的养分也正好供刚变态的小蛙利用。一般来说，青蛙从卵到蝌蚪，再由蝌蚪成长到小青蛙，时间大约30到40天。温度越高，时间会越短。这些巧思都是长期适应演化的结果。最早在陆地发出声音的脊椎动物，从此也使地球变得更加热闹。蛙鸣成为黑夜里最主要的音乐。蛙类带给我们许多生活上的乐趣，同时也在生态系统平衡扮演重要的角色，是农夫减少虫害的好帮手。蛙类对人类还有提供医药以及食物的价值。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也是好邻居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保护他们的存在。